有一个节目呢是他免费去明庙，明什么庙呢？是圣公不好的。嗯。我呢，我老头呢，我不要这个，我等去看看他能不能治我这个肾积水。我要多少钱呢？1200。不能不是不要钱吗？他不要钱是那个病，你这个病要痛开。这药根本就不能吃，我跟你说。药给你发过来了。嗯、这个药呢，吃那个小男孩吃的，三瓶嘛。这就是6000块钱、啊。嗯，这些东西我们带回来经过查询，发现这东西就是普通的食品，连保健品都算不上。